好了 ，Hey what's up guys，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周妖精的 channel。我期待已久的货呢，终于到了，这个我等好久，超级久。OK， 那今天我要来开箱的这个东西呢，就是现在日本大缺货的东西。那我就不卖关子，赶快开箱，赶快开箱。这个也封太紧了吧？好了，卖家蛮用心的。所以我买的东西是哒啦，透明酱油。这个听说在日本大拉缺货，这个日文叫做 Tome Shoyu。我在网络上看到它的时候，我想说这个我就要赶快入手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试试看。这可能就跟之前那个什么透明奶茶或者是透明什么东西的，应该是同样一个原理。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沾这个吃生鱼片。那所以要先去买生鱼片，那我先来叫 Uber 好了。OK， 车子在两分钟就到了，那我就带你们去吧 ，Go。OK， 终于买回来喽！哒啦，这个是他们附的酱油，但是我今天我是要用这个透明酱油。对，然后我买的生鱼片是这个，这边有鲑鱼的上腹肉，然后这个是尾鱼，然后再鳍鱼。如果直接这样子吃的话，会有一点太单调，所以我现在我要来先摆设一下，这样吃起来应该比较好吃一点。完成，这边是鲑鱼，前面是尾鱼，后面是鳍鱼。OK， 那我们就赶快来加这个透明酱油。来，我觉得这个味道，好，说真的，我没有很喜欢的，因为它有种牙科的味道。靠，这也太怪了吧！然后我绝对要加这个 wasabi， 你看这个 wasabi 加了之后，超奇怪的，超奇怪。OK， 那我们就来开始吃吧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先从鲑鱼开始吃。感觉好奇怪哦，好恶心哦，好像在沾水哦。OK， 好，你这个鲑鱼很大，沾多一点。哎，会紧张哎。哎，真的是酱油哎，好屌哦 ！Oh my god！啊，这真的是酱油哎，真的是酱油，好吃的酱油。好，那下一个我来吃这个尾鱼啊，尾鱼我也很喜欢。日本的技术太厉害了吧？来，鳍鱼。这个真的让我惊讶到了啦，那我还蛮想尝尝看它原本的那个味道到底是怎样。
可是他如果他一般吃的话，他是那种很淡的酱油。嗯，是那种很淡的酱油。OK， 那我就来第二个鲑鱼啦。再给我吃。哎、欸，可是说真的，这样看起来有点恶心哎、欸。这个真的要沾多一点比较好吃，真的，好酷哦！日本的技术真的很厉害。OK， 那我先从结果来讲，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，你的嘴巴有时候不是吃完酱油这边都会喷到一点点，然后或者是这个嘴角这边会有点酱油吗？它第一个是完全不会，然后第二个是，我觉得它的那个口味说真的没有那么的重，它是偏淡的，对，就像我刚刚讲的偏淡，所以你这个可以狂加，加多一点没关系。那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可以挑剔的，我觉得它很厉害，我觉得它就是透明酱油，真的很厉害。嗯，我要怎么结尾啊？应该也不会想把我看到吃完吧。OK， 那我今天我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那我这个我等一下就慢慢吃，因为你知道吗，我为了这个画面就是要边让你们看到我在吃什么，然后要看我在吃，我现在我是那个坐在地板，对，因为我真的瞧不到什么好角度。好，那我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然后如果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要帮我按赞，然后记得帮我订阅，然后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，你就会知道我的一些新的资讯。OK， 那我要慢慢吃我的晚餐咯，那就下周再见啦，拜。